没有那么快啦，要等我开好啦。好了好了，时间开始了。大家晚上好，集气包场中。目前有机会闲龙吗？好的，开始。七点的龙宝很少被那个没屁用，要八点九点比较有用，十倍跟三十倍。对子，断了，废物。顶路很容易断。OK 哦，下注成功哦。给他小小。攻他，攻就好，有了。继续装一下，装在一颗。七八九，合局可以接受，有点那个。超那个，攻他攻他攻他就过了过了过了。好，看一局。好那个哦，怪怪的。欸，太那个了，我重进看看。哇，又装啊。观战吗？飞一把。继续跟龙看看。今天好累个哦。
DG 比较正常，哇，三张五啊，太猛了，三条，换个桌，三条，对啊，扯爆，三个五，喝酒喝起来。欢迎找群友喝酒。有进去了。来个咸，咸天牌有机会，小小过了。这把是下庄嘛，哦。好，来个庄，靠，他马上天牌，那么猛。再打一颗庄看看，不相信他血那么猛。小峰不是要休息了，还是观战一下比较好。毕竟，对啊，毕竟都是这是重注场，不是小压压场，观战一下。没关系，下把追回来，观战看看是不是三头龙形成，还是闲龙形成。对啊，很怕他突然显连下来。我也是看庄啊。哇，真的又显啊，被骗了。有本事再连下来，呀，小小小小，有机会。再给他八九十攻，干，那么会补，很赢面的，补那么大，汉堡去麦当劳吃哦，现在在重注哦，没空哦。对，集气一下。
化仙怎么那么强啊？刚才不继续开弦，你哪嘛这次才给我开弦？不给跟龙，我们来看一局。看这个臭八会开什么？哇，弦真的很强哦，后面强了起来哦。准备，准备。再看一局吗？下个弦，弦很强势。哇，你不补好一点？要换桌吗？感觉这桌打不起来。观战。啊，不来个十九，给我两张十。靠，怎么突然变这样？吐血，这个打不下去了，一直乱补。观战吗？有成功哦，下注成功，过一下，七八九，七八九，叉烧他，干，又输一点，这桌好像不太行啊。来一个庄，给他小小，有机会。干你个九，给我配二，哦，吐血不给他攻，攻没压力呀、啊。攻他，攻他，没压力，攻攻一下，攻一下。干，这桌不太行啊！吐血，这桌好难打，感觉可以赢的，都补到那个输掉。
开个妆啊，你这个臭包。今天真的很多人都倒啊，哦，夭壽。干这个国外桌。这一桌难打欸，要再换一桌吗？换个荷官，让我们赢一下。先给他小小，靠，弦都那么猛，又累哥。哦，这桌真的是吐血。时间开始哦，来不及了哦。乾隆的感觉，干五张弓啊！突然又来个乾隆，弦又强了起来。刚才压弦，他就开庄。剩十秒哦，要飞吗？观战吗？快来不及了哦！好哦，拜托弯过去，弯过去一下，继续开龙。靠，又攻，刚才五张攻了呢，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。干，太扯了。刚才五张弓，你这一局又四张弓，看这一桌真的是吐血。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。过一下，攻攻攻攻攻再攻，你很会攻，干，吐血。